麻辣香锅，这个是肘子，这个香锅底料是拍一发六包麻辣香锅，还没炖好。
他妈做的香喷喷的排骨。这家没人了。很好，没关系。嗯，妈妈。好吃啊。嗯，这是我自己的。嗯，水果好多。哇，都脆骨哎！皮蛋，现在李叶平咋变成那样子了？他也太小了，他不离了。你现在照片特别浪是吧？嗯。你不要，主要不吃排骨了。Thank you.
对你好就好惨。那皮皮的，嗯。骨头就给嚼碎了吗？第二排骨特别秀气的，发现了没有？我们平常没它这么秀气的排骨，你看。我们之前的排骨，你记不记得都是那种特别淡的？嗯。但引成这个别站去了。你看呢？你不记得了？嗯。好呀。见过去了，借钱去是吧？嗯。他好像是用他的手去借钱。好，饭饭就是啥样？我觉得跟我比逊色一丢丢吧。我还说的皮跟你比你多一点。挺前期的，咱又不是跟个女的。前期的吗？嗯，不然呢？我在看这个酒。嗯，难道那女的啥都知道？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，这个汤汤特别好。嗯，我吃了这个鱼，这是我饭。那水果哈，
那个外国人把钱借给他们了，到。但是吃税的后期吃税的要求，是要让这个孙空把这个知道我们国有资产照知道。给平民了。又是给外国人的照知道。嗯。那所以他就得死。游戏规则是他答应他虽然交了吧，他不是最后不是钱的，就是要让他要那啥，嗯，把整个那块地要给外国人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是东方虾头，鱼子虾尾，现在虾脖。名字阿斯，上面是紫薯芋泥，那个抹茶麻薯，黑芝麻，里边是那个榛子肉松。它真的超级巨大，外面就是一台海苔肉松。
里边这个也是抹茶那个虎皮。这个黑芝麻好香，谢谢。